警消人员在电梯门口出动工具，要把门打开。进门突然大停电，一对祖孙俩受困电梯长达30分钟。关了久啊？咱半天进去对吧？啊，人有安怎无？无。9号中午接近12点多，大基门全岛停电，影响将近4万户，不止民众受困电梯，就连道路上交通号志都没有灯号，数名员警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。炎热高温也让民众热到汗流浃背。看人家现在很多人进去都没办法吃饭了，而且那么热，不能做生意啊，生意不好做，生意不能做不下去啊，刷卡机也没办法刷卡。停电导致店家不能营业，小三通码头也改采人工查验，使用备用发电机，不让航班受影响。桃园电厂哦，配电厂有一个那个高压配电盘，哦，一个 PT 跳脱这样子。停电的时间的多寡，哦，台电在电位上会有一定的一个回馈。台电表示，由于塔山电厂设备故障，机组跳脱才会停电。下午1点49分，全数复电。不过不止金门，高雄也停电。秦南区百货公司内黑漆漆一片，商店暂停营运，连人气都没有，手扶梯也没电，民众只能用走的。就停了几？大概几分钟啊？20分钟。20分钟，会不会很热啊？他有拿那个冰块给我们。塔山更换设备的时候，因为接线不当，造成变压器。机械保护电力动作。这次停电造成小港凤山前镇区20000多户没电用，台电也承诺加强检讨监督，避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。不过炎炎夏日，高雄金门全岛大停电，民众可说是哀鸿遍野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